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不，我说，咱认真的说，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为什么说非常好呢？这套房子房产这一块哈，咱们大家都知道，我干了10年，他干了30年，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边，有大量的这个大面积的土地分割开发，然后盖那种很小的那种 townhouse， 然后建筑质量特别差，3-5年的时间里边，这房子的质量就没法看了。而这套房子的建筑质量是极端极端这个高端的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咱们讲讲这个地理位置。我们在55号 Avenue Road Ovingham 这个区，往这边50米是 Prospect， 往那边大概300米就是 Bowden 和 Brompton， 再往后边大概200-300米就是 North Adelaide。 我们是 Bowden 这个 Ovingham 最核心的一块区域。什么意思呢？黄金三角，知道吧？黄金三角，黄金三角。先让大家看房子，看完了房子咱们最后再总结一下。 OK就是我们要带大家看的。你有钥匙吗？没有，你呢？等会儿再说。哦，好，这个55号 Avenue Road Ovingham， 这叫什么？黄金三角，喂，黄金三角，非常好，非常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好吧？我是非常好，你是好，可以啊。好，三房两卫三个厕所，这个所有的配置都是极其高端的，2020年造的房子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就要跟我们联系。那么我是王一林，这是 KK， 你要干什么？再见。